我们在座的辅校、夜辅校的所有毕业生，还有在校生，我们所有的嘉宾，大家晚安。晚安。很高兴哈，今天我们的又有一批毕业生要毕业了。在开始之前，让我来介绍一下今天关心我们学校、来参加我们学校的一些要参加各位毕业典礼一些来宾哈，给各位认识一下。首先我先介绍，是也跟各位一样哈，是我们学校的毕业校友，他是国小在我们这边读的哈，是我们现在桃园县的县议员，我们张兆良张议员。好，第二位呢是代表我们乡长，因为乡长有别的事情哈，没办法来，特别派他的专员徐荣俊。那接着还有我们的会长，我们家长会长黄秋杰，我们龙潭国中夜辅校主任吴光明主任，其他我们学校主任介绍一下，老师比较认得，来第一个是我们曾伟翔帅哥主任哈，要各位的孩子来学校，那还有我们的帅哥主任。哦，不好意思，你们主任转到一下，不用的，讲到都毕业了。我们主任啊，吴德乐主任，他现在是我们辅校的算主任了哈。还有，这边对不起，你夸夸，我们的彭兆萌彭主任，还有一位主任，因为今天晚上有事情，没办法过来哈，他要跟车上跟各位抱歉哈，他很想来，但没有办法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校长，也谢谢所有例会的贵宾们。颁奖，品学兼优，颁发县长奖。得奖的是林小文，请上台授奖。校长，我们请。这个奖项我们请县长奖嘛，我们就请我们县议员张议员好帮忙颁奖，谢谢。黄金红，
个奖哈，我们请我们在座最资深，哦，年纪最大的老师啊，来颁奖哦。郑老师，郑吉米老师是我们的最资深的老师哦，来换颁奖，谢谢谢谢。小学的老师哈，三十几年前啊，我的小学的老师啊，郑吉明郑老师啊，从小教我这个从五六年级的教我哈，那个毕业的老师哈，今天也高兴看到我的恩师，我们家长会的会长，我们龙潭国中的主任，还有我们的很多的老师啊，龙潭国小的老师啊，还有我们今天毕业班的哈，我讲慢一点，大家听得懂哈，毕业班的同学哈，大家很高兴，大家毕业快乐哈，大家好。好，我们的高校长哈也特别的用心，不管从办幼稚园到办小学，到办我们的补校，都跟这些妈妈们哈，校长都很用心。所以国小的从幼稚园到国小毕业典礼到补校，我都有来参加哈。真的感受到我们高校长的用心，当然是很感谢我们龙潭国小我的母校的教育团队哈，大家都很用心来教导来这边上课的学生了哈。那今天也很开心，我们龙潭国中的主任啊，他可能来接大家的哈，大家今天毕业有空要记得要去念国中哈，国中的补校哈就在旁边而已，我也有去参加十几个嘛哈，也都是外配哈，你们去了就是大家都团圆哈，几乎都是越南还是什么哈，都是我上礼拜去参加，也全部都是外配，也都是十几个同学哈，欢迎你们大家去。我刚才特别跟校长讲，十几年前我妈妈也来这边上这个我们母校的课，那时候大概还有一半外籍的外配的新娘一半，然后我们台湾的哈我们自己本国的一半，那现在几乎全部都外籍的哈。那我在议会哈县政府议会，我都常常希望说
多办一些活动让你们来参加，就嫁到台湾来让你们参加。但是台湾的这个先生啊，很小心，怕你们出去都学坏掉，给人家拐跑掉，所以都不大愿意出来。户政单位要办活动哈，要教你们礼仪啦，或教你们其他的哈。台湾的先生说不行，放你们出去外给人家哈学坏了乖跑掉，所以你们今天很不简单，你的先生或者你的公公愿意说让你们来国小这边上课，甚至到国中去上课哈，就很支持你们，希望你们抓到机会哈，要认真学习哈，学习我们啊除了国语以外，你都生活的一些习惯各方面，我想你们都很融入了哈。刚才校长说，连你们的小朋友都已经有些都已经念国小，甚至国中了哈。记得你的小朋友一定要回来龙潭国小这边念哈。我们高校长办学很认真的哈，我刚才看了相片，第一名、第二名的都有当妈妈的小朋友都在念小学了哈。那这边很祝福你们哈，有个很好的一个学习的环境哈。很谢谢高校长，包括我们家长会哈领导的团队哈。因为我其他有行程，我就先离开。祝福你们每天都很快乐学习成长哈，家庭都很幸福美满。谢谢高校长，谢谢我们家长。谢谢大家，谢谢，你的陪伴是我们最大的鼓励。谢谢啊，谢谢。